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诗雨，这是我平时练习武术的地方。为了这次节目，我做了很多准备，也希望最后可以在舞台上给大家呈现。Hello， 现在来到超市，然后来购买一些生活日用品，近所需要。因为头发很干燥，护发素是一定需要的。去零食去吧，因为我是一个说实话挺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不太爱喝白水的人，但是我也会喝白水，就是经常是喝饮料，然后喝到心里觉得，哎呦是不是有点不健康，然后我就会喝白水。这是什么？看着还挺好喝的，哪一个？拿一盒蓝莓味奶袋，哇，这都是小时候的回忆。这是谁啊？是东辰老师。这是不是护士？哇，好巧啊，好巧！半天就挑了个香蕉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居然买一些吃的，对吧？对，买吃的生活用品，你就买了这么多了。对。真快，我只买了个香蕉。那没事，你再看看。好的。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我最喜欢吃果冻。这好多果冻。哎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都买了什么东西。要去结账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诗雨，准备了这么久，今天终于要出发进组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进组的酒店。终于入住酒店了，接下来将开启我的亚洲超星团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加油吧！